他怎么洗钱啊？很简单，现在姚庆的钱在某个在瑞士银行里边，或某个家族信托，或姚庆还没有被兑现的，比如说张丽，是吧？广东的富力的老板就是王岐山啊，李思廉、张丽100%的老板就是张松桥、王岐山，包括北京的银泰，还有大家就是这个新华人寿了，是吧？这些是100%啊，银行啦，是吧？这些中银国际啦，这都是啊。那么这些人还要按照年过去的承诺兑现的钱，要交给姚庆，交给孟建柱，还有孟建柱的钱，啊，孙立军的钱，江志成的钱，这些人钱每年都在收，怎么洗钱？就要通过张松桥，通过张丽，啊，通过这个马明哲啊，平安集团去买东西做金融产品。第一道关，投资了金融，买了地产，是不是洗了？这些地产卖下去，再洗一遍，就是姚庆的买资产的洗钱的钱，再卖给自己人，卖给美国黑石，啊，卖给什么伦敦白石。啊，什么卖给马明哲，啊，再卖来卖去啊，这又洗一把，在洗的过程当中进入了数字货币市场。